哎，左下腿啊，又拉紧了，还痛。我又看到一架飞机了啊！直到从我这边冲过来啊！直到这边冲过来啊！下面就是田野了，好像，直到这样冲过来，我还没看到轨迹什么啊，反正直到冲过来，直到冲过来啊，直到冲过来。直到冲过来啊！飞机直到冲过来啊！飞机直到冲过来啊！冲过来以后，然后哇，离地面很近了，然后就上升，上升，飞行员吓出一身汗。 吓出一身汗来，然后我赶紧告诉那个，告诉外星人啊，刚才那个飞机往下压的感觉啊，是因为飞的旋转，有风形成气流，往下压，压了以后，然后引起。 飞机突然下降，所以后面，飞机要注意一下，要注意这个的，那里飞机的里边的外星人一个个收到这个信息了，一个个收到信息了，而且，他们在飞行过程当中，专门安装了一种仪器，来检测。 检测下方有没有飞碟，有没有飞机。如果有飞机的话，连忙，减少那个旋转的速度，减少的速度，这样来保证飞机的安全。好，知道了，好，再见，再见。